它不断的有迁入，那不就是外来种吗？你们知道外来种的定义吗？外来种要跟人有关，如果是天然的，那不叫外来种，那个是生物自然的 dispersal， 是生物自然的散布。如果是风吹过来的，它自己游过来的，随着洋流飘过来的，那个都不叫 aliens 哦，都不叫外来种。你要是那个什么搭船过来的，对不对？然后跟着货柜一起来的，然后跟着进口的农机具一起来的，哦，那种因为人类活动，哎，我后面应该会再讲到生物多样性下降原因，会讲到外来种啊。对，外来种的定义是在于因为人类活动有意无意引进原本不属于该地的物种，这个才叫外来种啊。所以其实像那种自然迁移过来，那不算啊，那不算外来种。